好酷哦！东西，还有我的签名哎。什么东西？天佑的头贴。哇哦！棒，太棒！哦，这样看起来皮肤很好，因为我刚化好妆，是不是光太亮？按错了，太黄了吧那个灯。Hello， 加速，早安。Hello， 燕子。Hello， 小易。Hello， 沙鹿。Hello， 大家。Hello， Jack。Hello， 杰哥。Hello， 天中平燕吗？在床头，我现在在，就是这几次直播是房子的四面八方，各种角度，各种换，太亮了，我自己看，还好，那这样，好一点，哪有那么快啊？这个才是，Hello， 好冷，对啊，好冷，今天好冷。但我房间的那个冷气上面显示是14度，可是我刚刚出去买早餐，冷死我了。啊，没有筷子。什么？手周是什么？手装。手装。手装是什么？什么？手装是什么？是什么？哎呦，我是踩到我的那个。正在工作 ，OK， 好的。这个时间应该蛮多人在工作，是不是？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你用手装。我刚刚一直听到什么手中，我想说手中是什么？早安，夜空 sky，hello 草莓酱 ，hello 店长。哎，我拿错了，妈妈。这个谁是你的？我想说，你打开怎么有辣酱？谢谢。玉山山顶在积雪，真的很棒哎！我想去玩雪。之前住林口有一次也是很冷，然后就有下雪，蛮好玩的。是没有什么 feel 啊，就是反正林口之前就是一个非常冷的鬼地方。Hello， 哎呦，怎么今天？怎么嘴巴这么甜啊？怎么了？想干嘛？想干嘛 ？Hello， 还有流星，草莓酱早安。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吃早餐，然后绑头发。我来绑公式头给你们看，怎么样？早安，阿如。谢谢加速的四叶草，好味道，蛮好吃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吃不出来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不好吃，就是我觉得能吃就好。但如果被我说难吃，它一定很难吃。借我一下。早安。我还没开手势特效。早安。
哦，出来了。早安。Hello， 秀贤，你不是在上班吗？你是不是偷偷看我？你也差不多是这样，什么意思？我刚说了什么？我忘记我前面在说什么。不是，在前面，我前面一个话题是什么？很好，我忘记了。我觉得直播有一个点，就是他的那个留言会延迟，然后啊，他延迟到我已经。今天的行程，办公室。你也要绑公事头，是这个概念吗？他说留言会延迟到我忘记我已经忘记我前面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回我上一个话题的留言才跳出来，然后就所以请见谅。你好，早安勇哥 ，Hello Hello E。哦，分不出好不好吃。对啦，分不出来好不好吃啦，笑死我。好，你也吧，你的公司头是什么？我有点好奇。什么又刚好有林呆呆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我又播错时间了吗？没有吧，不是九点吗？是九点吧？不是晚上九点。不是啦。可是这家的蛋饼它很酷的是它就是通常玉米蛋不是把玉米跟蛋先打在一个里面然后再一起倒出来吗？它是先打了蛋之后先倒出来，然后等蛋在趁蛋还没有很还有蛋液的时候把玉米撒上去，然后他一翻面，那个玉米就乱飞。然后，但应该不影响。他做错了。是吗？没有啊，他后面的玉米蛋饼也是这样做的，比较黑了一点，眼妆比较黑吗？啊，因为我今天用的是什么？我今天用的是正常的眼线跟黑色睫毛膏。还有画假的下睫毛，对，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嗡嗡能延迟30分钟，聊天好厉害，什么意思？哦，延迟30分钟的聊天，好厉害，真的好厉害，听起来很厉害，不要再舔了，张 baby。Hello， 北极星，不正常的眼线是，不是用眼线笔画的眼线？嗯，这是我正常的眼线是用黑色眼线笔画的眼线，然后啊，我忘记我开着。没事，就是我。是用这个就是画出来就是黑色眼线，可是我平常可能日常妆的话我不一定会用黑色眼线，我可能用眼影带，懂吗？就是会不习惯吗？有那么夸张吗？这是我的舞台妆。我在舞台上的妆是这样子的。睡不够哪有啊，才不，那个不是黑眼圈好不好？看起来有黑眼圈吗？有那么夸张吗？Hello， 星期五。麦克笔是怎样？麦克笔就是又好用，又不会断水，然后又显色的眼线笔，而且还很便宜。嗨，大姐。先拜，拜拜。谢谢天佑的小浪花。
它的副尾，它的袋袋，它的鸡尾包。现在才看到完了，我刚刚不是在讲话吗？都不知道要吃什么，推荐你跟我吃一样的早餐，玉米蛋饼。玉米蛋饼是最棒的。原来是睡，不是啊，不是啊，我明明就不是这样说的。它好像玉米，如果这样放的话，一吃就解体了，是不是？还是是我的问题？玉米用完了，醒来好，他比我早起床好吗？又不是都没回，哪有？我就没有看到，我刚刚就在讲话没。好吃。Hello， 哈哈哈。Hello Peter， Hello T 大师， Hello， 嘎给给，早安。黏住了。在吃鸡块，吃鸡块当早餐好像也可以，对吧？只是有点没有很健康而已，是不是？走心大姐，对吗？一大早的干什么？早餐在等你，我也在等你，奇怪。谢谢。啊，为什么是这个杯子？水。我在，雅各 ，Hello 米酒，谢柠檬的干瓶，干瓶是什么？干掉的瓶子，哈，新的礼物，不是，新的活动，哦。Hello， 新颖。Hello， 小麦。哎，小麦，小麦是我认识的小麦吗？Hello， 皮皮。嘿嘿。Hello。你是那个42还是43的那个吗？哈？什么东东？没有，还没有。把麦当劳叔叔踢走。啊，他们很常做违背主要东西的这种事。哦，早安！谢谢小麦的捕梦网。开心姐姐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能尊老爱幼呢？麦当劳叔叔一定想说，我都在这里待那么久了，然后你就这样派了一个姐姐打发我，是不是？绿智是什么？绿智，什么绿智？原来已经等级50了。啊。刚做了一个晚上，哇哦！阿翔早，还有南瓜车，南瓜车是不是？欢迎战士，怎么哇？
好难得哦，今天是我当头贴，哇！嗨，但是我要称赞你，你棒棒。新的虚构人物，开心姐姐吗？怎么就这样子把人家麦当劳叔叔打发走了呢？嗯，那个很丑的那个，你是幻影战士啦，你不要装了，我都知道了。我要称赞你，你很棒，你今天放我的照片，是哟。好辛苦哦！哇，那你还不去睡觉？你赶快去睡觉，快点！还是你看了我就醒了？吓醒了？这么普通，你的歧视就已经不普通了，好吗？我觉得就是你的歧视出卖你。你如果哪一天那个歧视没有，我可能就认不出来。啊，应该不会，不太可能。有点就是有一种幻影战士的那个，一进来就哦，这应该是幻影战士。Hello， 明君，这样换头贴，对啊，好好笑。又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你的那个字界栏出卖了你，你永远都会跟打个例子有关的东西，然后就一看就啊，一定坏，真的是，是这样子的。我跟面面果果说过同一句话，为什么？他说他们说什么？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你的？啊，你就这样啊，然后你还一直以为自己很难猜，是不是？自己惹的祸，对，很好认，好认。但我记得你之前有改过自己，可是我还是认出来，所以可能也不是这个问题。Hello， 浪漫音乐情人，在看完十元的直播 ，Oh my god， 我觉得你一定会睡着。像我就是连看连玩游戏，还可以玩到一半然后就睡着。气场，对，就是你，就是对，欢迎展示这样。宣扬，谢谢点的幸运事业草。咦？咦？什么？怎么了？我是混血，我不是混血。哇，好害羞，我被人家说混血，害羞什么？Hello， 你好，我是火星人，谢谢。好，不要来闹。都试过，你就是太好猜了。有啊，变色片是，这是什么颜色？金色之类的。哦，太突然了吧！耶！谢谢孝贤的熊抱。Hello， 游戏嘻嘻喽。我也太好害羞，什么呀？什么呀？超突然的熊。Hello， 你好啊。
啊，我平常不长这样子，因为今天戴了这个颜色的变色片嘛，是不是？好吃，好吃完了。那么你要叉子吗？我们要来绑头发了，是不是很突然的行程呀？脏鬼跟擦嘴巴。嗯，我正在找卫生纸。我的粉红色毛又被洗掉了，但是今天晚上会补色，因为明天是 reset。我的包包去哪里了？嗯，哦，在我旁边，没错。嗯嗯嗯，本来就很美些喽。万战是你连火火都骗不了，那你真的你失败了，好好笑。公演不是粉红色，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橘哦，拜拜拜。要换色吗？没有啊，我说我要补色，不是吗？我刚刚是说我要补色，对吗？嗯，对啊，是粉红色，所以要补色，因为它有褪色的 ，you know。懂吗？虽然还有一点点，但是还是要补。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蛮好看的，但是你看其他地方就已经褪色，所以就还是补一下。对啦，是补色啦，不是换色。我刚刚有讲错吗？应该没有吧？没关系，我也忘记我刚刚讲的什么。好好。太绝了，这个颜色是什么东西啊？推荐给你们一个口红，这个很好用，这是屁股韩送我的生日礼物啊。很好用，好像蛮多成员都在用这个，虽然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要干嘛，但是它很好用。 OK， 没事。诗雅好像不太会猜人，真的吗？可是诗雅不会猜人，他都很诚实的跟你讲，我不知道你是谁这样子。口红好像太绝，对啊。发生什么事？补个红色。等一下，补又擦掉，到底在干嘛？哎，太绝应该用什么？看一下，忘记追踪，追踪我，快追踪我。你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上去查张雨林就可以找到了耶、yeah， 现在找不到哦，不要紧张，我一直都在补这个颜色是对的吗？就是诗雅送我的去年新年交换礼物，好像不太对，好，我错了，再见。这个颜色有点难驾驭，就是偶尔有特殊的妆我才会涂。你说诗雅给你的吗？因为他在那里，哎，对，这个黄色的便条纸是陈思雅写给我的便条纸，写给我的卡片啦，卡片。这个妆很精致，很精致啊，我很认真画耶，哇 ！Hello， 超级滴滴，超级滴滴是谁？独孤谁哦？帅，好，你好。对，去年都是别人送。对，我真的跟你讲，我很多东西。前年，去年刚过。不是，去年新年的时候，新年交换礼物，去年的新年交换礼物，不是吗？对，我几点起床的？七点，我七点就起床，为了要去买早餐。但是我好像没有留时间给买早餐，就是我以为我有留，但是呢，我化完妆已经八点半，
然后我是小跑步去，小跑步去买的。Hello， 小鱿鱼，有点太白，是光的关系还是什么？可是我喜欢白一点，就是我不太在意那个脖子跟脸的色差，但是我喜欢白一点，白一点就是这样。是 ，Hello， 微如，补红色，红色盖上去应该会比较好。很好，没有比较好哎，哇哦！我在干嘛？有吧？变成橘红色，算了，就这样吧。这样子，好，我补了跟没补一样。这是我的日常，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有地震？最好是啦，你最好是。南瓜车要出发了，南瓜车要去接那个仙杜瑞拉，是不是？现在会不会太早？他不是晚上的舞会吗？送我生日礼物没有啊？我们对没有，很久没联络嘞，其实是这样子。我刚刚要干嘛去呢？我刚刚找我的包包，是因为要补口红。对啊，那我刚刚在翻包包干嘛？好，我的日常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直在不知道在干嘛这样。我的绑头毛的在哪里？上班加油。什么？不用。我跟你们讲，我用了一个很好用的梳子。哎，它不在这里。哦，它在前面。这个梳子我觉得很好用。你看，就是它很大个。反正就是梳开我的毛很好用，但是它没有其他的功用，就只是梳开而已。穿这样不会冷吗？可能因为在家吧，所以还好。我刚出去套了一个大的外套。好，我明天见。啊，明天喊零二零二零，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的新的字节，所以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明天就是跟之前一模一样的自我介绍，然后他一定会忘记你们要喊那个那个。不会啦，不会。我真的不要再忘记，我每次都可以忘记。我忘记我的广式头是什么，是粪便，对。我要来现绑一次，可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应该没有很熟练。这是我第一次在 Hello 戴戴，在这种情况下，好像也不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Hello 戴戴，对啊，很久没找思源，是没错。我的起点是在这里哦，发量蓬松。第一步，先把须须啊卡住，先把须须分出来。先想笑什么？笑什么笑？谢谢黑良心的文手礼。我一直觉得这个名，这个礼物的名字很好笑。文手为什么要文手？闻一闻之后，你有吸收吗？这样子的概念。好了，我的须须分好。接下来是什么呢？等一下，把镜头调高一点，这样我才看到我的头顶。接下来是什么？先分这个。太久没绑了。绅士行为，
哦，是这样哦。纹脸则是变态。干什么？你在说我是变态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说我？可是我不能帮有颜色的。我应该拿这个东西，我的超级无敌粗的橡皮筋在哪？不知道哎，我找一下。我在自言自语着。Hello 阿哲，嘿，哎，白痴，我是有事吗？我连续找了同一格两次，我在干嘛？雷鬼头是怎样？这么隐晦也被你识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哦，真是的，哎，嗯，奇奇怪怪，他在地上耶。不是我，那是谁？一定是张比比。好，我找到什么了？我要拿我的橡皮筋，算了，我要拿这个。哎呦，别掉哦！这盒子给我。看我的一坨，不是一坨，在讲什么？我觉得先吃到最好吃的加上果，好像还是那个内容。内湖那家，哦，你说那个，嗯，我知道你说哪一家。西湖站附近那家。啊？西湖站附近那家。嗯。我的发型是变的，没错，但是。雷鬼头，我就有点不知道。啊，我要先表这边吗？没关系，先随便拿一个发圈固定这样子。好，我要开始啊！这样好好笑，好像白痴。等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又是哪里的？谢谢吉井明久的质朴的守护灵。这个发量是正确的，好像不是。刚明明就缝好了。等我，是这样吗？好，应该有一样多。可是我跟你们讲，我不是再搓是粉红色的吗？然后再搓就会看起来比较少，跟黑色的比起来。嗯，我要拿我的固定夹，固定夹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夹子。好，很好，我在讲废话，没关系。然后接下来是头顶一撮，哎，这撮是什么？这撮是后面的，不是啊？哎，是，好，哈，这撮。它有点碍事，这是后面的吗？完蛋了，根本就没分好。啊，这一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OK， 嗨，西兰。Hello B， 不会冷吗？会穿外套，所以应该还好。我在绑新的公式头。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我定了这个发型之后，第二次自己绑这个发型。谢谢笑笑的小浪花。然后这样子抓一个洞。嗯，亲爱的宝贝，来。Hello Hello。
我念错了你的名字，抱歉。啊，我要拿粉红色。你看我有两个这个，像捕鱼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哈，我在讲什么？没关系，蛮复杂嘛，不会。虽然我不害怕复杂的发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那种中间要赶时间还是干嘛，然后要绑一个公式头，就是有点麻烦这样子，所以还是找个简单一点点的，就不会。它其实怎么讲？它是一个很好橡皮筋的发型，因为我是绑一撮然后绕，绑一撮然后绕。所以我一定要带够橡皮筋，我哪一天没带橡皮筋出门就好笑了。谢谢吉井明久的水洗香油 ，Hello 燕子，谢谢夜空 Sky 的花枝精粹。我现在上面绑了一撮这个东西，等一下，它卡住了。这个东西绑了一撮，然后绕起来，然后等一下，这个先不要过来。好，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啊，不对了，它要绕过去。我看掉了，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哎呀，这样子。绕过来之后呢再绑起来，黑色橡皮筋，感觉好复杂的公式发型，没关系啦。但是就是要抓的好看，因为我最后会把它抓蓬，可是其实我觉得抓蓬是最难的，因为我很常抓蓬，然后两边抓的不一样。然后再用这个东西把它，哎，对不准，等一下，这个东西其实蛮好用，它就是把你的头发这样子，然后拉过来之后，它就会从这个洞钻，哎，钻出来，对。没关系吧。这个是什么？为什么叫在这里？算了，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很随性的绑头发的一次直播，OK？ 谢谢樱桃猫的 love。Hello 企鹅 ，Hello 朱里恩。好，我现在要绑下一撮了，各位。这样子是太高了。其实我原本只是想要就是绑个辫子，你懂吗？但是啊，你们就知道我们团体里面太多这个发型了，虽然看起来长得差不多，可是如果你去看细节的话是不一样，你就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跟人家一样，所以就是小小的不一样这样。有听懂吗？想要知道怎么样不一样的话，可以握手会的时候可以很近距离。什么意思？握手会我不一定绑这个发型。发型真的要绑蛮久，不能随便绑绑就出，随便绑绑会长得很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你待会就会知道，我会讲解给你听，怎么样？绑法不一样，反正就是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反正我们团体真的太多这个头了，好不好？然后有很多短发，你有没有发现吗？新发型超多人短发，
东西要这样子绑一个辫子。而且我那时候拿这个发型，然后拍那个公式照的时候，我们拍公式照有请那个嘛妆发老师，然后呢，我就给妆发老师看我学这个头的那个影片，然后好像有点不知道，我看起来还蛮简单，因为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好像有点看不太懂。都会被整个人钓到啦、你算了吧你。好多短发真的好神奇，对啊，突然太多，而且我们就是一个很多人的团体，然后还那么多人长一样，是不是？哇，他们绑在上面。这个辫子为什么在这？短发你都气嘴，吓死人了。短发稀有度下降太多，对啊，就变得大家都一样。今天早上已经第三个人问我，不会，不要紧张。现在在房间不会。我会穿外套，好吗？不要紧张。双马尾也是瞬间变少，双马尾可能大家都觉得长大了吧，就像我。啊，我忘记充电了 ，Oh my god。你不是第一个问的，对啊，不会了，不要紧张。长发控是你是越长越好是吗？阿翔喜欢贞子吗？哎，你超坏的啦！来厕所都看一下什么意思？嗨，小明，我现在找到好笑。小明，我知道你肚子痛，待久一点。小明在做什么？上班？什么？西兰不是跟北极熊一样，是跟熊猫一样。它怎么翘起来了？这个怎么翘起来？哦，哇哦，给我回去哦！哦，它回去了，很好。少一出，好，继续。北极星你是故意的，他说你这样不会冷，够了，我说我会穿外套。你要问什么？问一下，你小时候是不是没有吃奶嘴？哈，这什么问题？收集一下是什么概念？有他眼袋是肿的、啊，现在你没仔细看哦。不要看我眼袋。请问你们在干嘛？看今天可以凑几个？这不是个游戏，北极星。麦茶早安。麦茶早安。好哟。有啊，但就是觉得嘟嘴可爱啊。可是有的时候嘟嘴嘟不好，就很像那个呢，阿哥亲戚的那个。什么？你在说啥？
我刚睡醒啊，没有，我看起来像刚睡醒吗？我化那么好的妆哎、欸，这个妆耗时一个小时，好吗？好，这不是重点。耶、yeah. 欸，好，没关系，我们把它拉松。对，西罗库玛就是那个，那个是什么？哎、欸，我绑好一边了，好棒！我好想只绑一边了 ，Oh my god！ 好哦，小明，拜拜。小明那么快就上好厕所了。上班加油！你说你拉肚子吗？奇怪。我变美了，谢喽。等一下，我先充电。你要用黑色的吗？什么？为什么？因为红色那条线被你弄坏了。坏了吗？没有。坏了。哎。跳掉。哦、欸。你看，一定是我的手机有问题。我是薄暮前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耗时一个小时不是很正常吗？我又不是最久的。游泳三个小时哦。没有拉好，等一下。阿翔骑车小心，骑车小心。泰克球，对。我好像奶油湿了，发生什么事？而且我跟你们讲，这样子绑啊，这个头发就会自己在耳后，它不会往前跑，应该啦。麦茶，你今天的日行一赛已经做完了。仙女下凡的话没说，什么意思？没听到 BB 声音 ，BB 是还在赖床，对他睡得超好。好像这撮应该绑在那个头发里，不然跳舞跳跳它就跑掉。等一下。被子弄成这样之后，然后它抱着你的睡衣睡着。这是现在的张 BB， 他抱着我的睡衣睡着。这是现在的 BB， 好像蛮可爱的啦，其实。还你。找爸爸不写，他只是只狗。写干嘛？我的睡衣一定很有味道，都是 BB 的味道。睡相真好、哦、这是他现在最天使的睡相。他平常才不是长这样。对。我吃了吗？我吃了，我刚刚吃了玉米蛋饼。很棒，耶、yeah ！好，继续这边。现在我应该加分。你看我的分线分的多好，太棒了。Hello 青丘 ，Hello 毛良。我的绑绑快断了，哪有？你看，这样就是我以前的公式法。我的绑板绑绑存活率很高的，好吧？我跟
们说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放了宝宝听的音乐。你这样听多久吗？听多久？你是我出去，然后你就放了，对不对？差不多吧。然后我进来，你已经睡死了，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嗯。飘雨，太平山很多人。哦，对，是不是听说有下雪？酷啊！你们也去玩过雪？睡死，对，我都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掏个洞，再这样子，然后拉过来。没有唱歌的，是那种轻音乐，你懂吗？叮叮叮的那种。水晶音乐。早就看过一次雪了，在哪里看的？我是不是有看过雪啊，妈咪？有啊。阿里山吗？啊？阿里山那时候没有下雪。不是啊，在林口啊。我晕车那次。我跟你们讲，我去阿里山竟然晕车。小时候不是去拍 MV 那次，很神奇吧？然后我爬其他山都不会晕车，阿里山明明就没有很高，然后我就晕车。那个时候是。是不是阿姨开的车？不是阿姨开的车，是那个，是爸比开的车。五零啊，五零是那个吗？五零农场那个吗？是吗？有什么樱花还是什么东西的？酷啊！林口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下雪，好吧？那个不是什么冰雹之类的东西。其实我跟你们说，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像渔网一样的东西，就是自己就可以翻过去，只是那样子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点的。好像没有，没关系。快绑好了，各位！我绑了多久啊？我现在有点担心阿国。嗯，我也担心他。他不是画了一个我之前的那个公式头吗？然后他叫我今天去教他绑公式头，很好笑。我还蛮意外他会选那个发型。10年前的哇哦，清境农场的韩剧，很好，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可是我们会有红包啊，所以有红包完之后再下播。没有的很赶了，今天，只是我就抓早一点播。我们应该今天到10点半，10点半准时下播，怎么样？最高海拔是哦，为什么要选自己还没掌握的发型？哎，应该不是，就是好看就好啦。反正他就知道他的团员很多很会绑头发，好像也还好，没有几个，是吗？不知道啊，你看全部打结了，哈，好好笑，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在这里绑个辫子，终于买 CD 了，赶快去填握手券，请全部填张雨林，谢谢。Hello 二叔，大剑买了几张？哦，还没来。大剑买了7，跟我一样。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应该是说，我觉得选自己不太熟悉的发型是没关系，只要你有朋友乐意帮你绑头发，懂吗？
可惜我跟他不同组，所以我没办法帮他绑头发，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来。但其实有时候公演没有什么时间帮人家绑头发，因为其实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就知道尽量自己绑好了。可是我会自己绑啊，我现在不就是自己绑，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公演前才绑，公演前才绑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公演前才绑。是啊，是吗？是吗？是吗。你说公演的前面的那个准备时间才绑是吗？看你个人想要什么时候绑都可以，只是因为我们前面很多时间可能要先彩排，就是再彩一次今天的表演内容，所以呢，不然就是一定会至少跳2到3首歌啦。然后我就是一跳我就一定会流汗，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蛮麻烦的。通常都是先不会先绑好，我不会先绑好，因为我绑上一个公式法绑蛮快，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给我准备。对我来说，中午跳感觉一大早去，对，明天好像蛮早集合，不知道在干嘛。彩排会彩整首吗？会啊，就是全力跳，就是因为是全力跳，所以一定会湿。然后我每次一大早弄好的那个发型，然后去那里就湿，我就觉得很不知道在干嘛，很浪费时间。我今天绑，明天会乱掉，不是 ？Hello， 你不用洗头啊。这么突然、啊、花这么多时间的弄头发，你可以留留看长发，你就会知道我们的。这其实是一个乐趣，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什么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头发绑好我很开心啊。像我那天，比如说哪一天就头发绑得很好，或者是干嘛，我就会那天心情很好。人生就是要找一种小乐趣，有的时候没有固定好的话会再绑一撮，就是抓着底下的头发然后再绑一撮，化妆加发型还要加卸妆，想到就好累。你可以体验看看，一日女生体验这样子的东西，直接放发，绑起来甩头就不会乱。我不喜欢绑起来，绝对不会绑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甩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表现。就是虽然我还不是很会甩发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吸引的点嘛，应该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不会整个放头发，因为我觉得那样子超像就是什么都没弄然后就上台。对我来说，我觉得除非有就是大卷或者是干嘛，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再绑啊。这是什么毛啦，为什么卡住？绑好了各位，我第五名吗？好哦。哎呦 ，Oh my god！ 这首歌 ，Oh my god！ 好的。啊。Hello。跟之前的公式头差在哪？之前的公式头是辫子，就是呢。之前的公式头是从头编到尾的辫子，然后这个是我其实不知道它叫什么扭转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反正它就是一个很耗费橡皮筋的发型。然后呢，跟辫子的绑起来的那个感觉应该不太一样吧？应该吧？
我个人觉得不一样。然后呢，这次的重点是这个分线在这边，虽然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分，但是这次一定要这样子分，就是不然我的头就要秃了，懂吗？然后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头发会卷，直男看不出来，对，没关系，我不介意。然后呢，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双马尾太久，所以就换了这个发型，希望你们喜欢。这是一个官方说法，是不是？好好笑。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然后现在的这首歌是我们的第四张单曲《呜吼呜吼吼》，在这儿，我们的《呜吼呜吼吼》已经发行了哦。虽然里面没有我，但是还是可以去买这个东西。然后后面我可以握手序号，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刮开就有一个序号，然后呢就可以上网填序号跟我们握手。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有握手会，好，没关系。今年的三月份有握手会，然后要赶快去填序号跟我握手。我是张雨霖，第七步，好，第七步。然后刮开给我看，才不要！你以为我不知道？对啊，全新的。就是虽然这个上面没有我，但是还是要买，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序号很重要。然后我的 CD 也没开啊，到时候就说了。你们填了吗？有买这个东西的各位，这个东西怎么讲啊 ？CD、DVD 不是，是单曲啊。好了，就是这样子。小田，哎，干什么？不可以。Hello， 大家早安。然后我们2021上半年的公演资讯都已经出来了，日程表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如果想要来看我们现场表演的大家，就可以上官网，持续锁定购票资讯。然后呢，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上去查张雨霖就可以找到了。也可以追踪我们 AKB48 Team TP 的官方的账号，会有什么呢？最新资讯分享给大家，就是这样。耶、yeah! ！早就没死猪了，没死猪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死猪是什么？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来抢红包。Hello， 嘿嘿 ，OK，CD 是死猪哦，哦，是哦 ，CD 不是比较好打吗？哦，因为要切换，是吗？手摇椅破光杯，还没，我还没破光。你是省的，你想的美，不可能省钱，买下去吧，哈，买起来。月觉得怎么样？你想说什么？说出来。经销商载车来了，嗯，好吧，拜拜。好适合读。你哪个发型不适合？到底。大家最近很冷，明天好像也蛮冷的，所以要记得带伞出门，要多穿点呢。我待会出门会穿外套，所以不要紧张哦。现在听到的歌是我们的第一张单曲《勇往直前》，里面有我可以去看。我们的 MV 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MV 都很好看，对，所以可以去看一下。哎，米姐，我在练刀锋哎。好难哦，刀锋进场就这样啪，然后就死掉。Google 佩没有这样子的好不好？哎，佩佩猪才不会嘟嘴嘞，佩佩猪没办法嘟嘴吧？不是吗？好，我修泽，
想到昨天你脸的那个影片了。昨天被脸传了一个影片给我的妈妈，然后呢是一个猪的影片，然后那个猪的那个鼻孔超级有戏。现在狗脚之后就会削弱，对，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要出那个吧，比较弹一点的妆，不然我退场退不了。而且我超讨厌遇到阿莱斯特， Oh my god， 他真的是定住，然后我就这样定住就没了。现在有54了，耶，开心。 Hello 大家早安，佩佩猪的部分好哟。早安 Sparky， Sparky 开车吗？早安，哎呦我又用到线。早安，好久没跳这首歌。Hello， 早安微尘，微尘，对，嗨，大家早安，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TP 的张雨霖。我的嘟嘴完全不像佩佩猪，而且很可爱的嘟。你是不是想要我现在嘟？我不要，别别别别。有想玩 Low M？ Low M 是什么？电脑版的吗？ Low M 是什么？ Low 我知道， Low M 是什么？手机版的。Sparky 棒棒。Sparky 很棒。一季护盾蛮多，出野辅最好。哦，对，手机版哦，因为我不知道哎，没有在玩，还没有开始玩，可能之后会玩之类的吧。其实现在好像，我觉得传说的风气没有很好，很常遇到一些的人。Low 的手机版好玩吗？因为我对他们的角色没有什么很有兴趣，就是我觉得好像传说的角色还是比较好看嘛，是不是？是吗？最近被看穿了，对，才不要嘟给你看。请来看我的表演，我的表演会很常嘟嘴。啊，我嘟了，哇，猪队友吗？也不是，就是很爱呛人，你知道吗？然后我超讨厌人家闪灯，退有很多都是因为屁黑黑的。哦，对啊。可是 Low 的手机版跟传说的是一样的吗？就是它的操作是怎么样？差不多是不是？感觉可以玩玩看，好像齐慧有在玩是吗？因为齐慧比较偏向 Low。我也是齐慧比较 low， 齐慧比较，哎，不要乱说话。哦，差不多。哇哦，好像可以试试看。我们昨天我跟祖祖还有高晨晨一起排位，然后我们就赢了，耶，超开心的。然后我们大叫，我们那个 LINE 的语音通话，然后呢，然后我就边打，然后会突然间啊。之类的东西，很好笑。而且我昨天打排位，我竟然用刀锋玩，我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就是脑筋坏掉才会用现在在练的角色，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还好昨天没有很雷，这样。不是你的游戏风格，小慧比较好，不是玩很凶。你说 low 吗？好像是哦。哪有啊，哪有玩了，还好吧。麦角特意加强型。哦，对啊，对。所以我前上一次上一段开始上一段在玩的时候，我都会只要有新角，我就先买新角，因为新角通常都是就是当下会是最强的角色。Hello 李猫头，下次跟七七一起打。你说 low 吗？
可以哦。打吸血鬼呢？啥？什么东东？什么东东？哎，才没有嘞，塔瓦哥。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今年17岁，喜欢唱歌还有跳舞，心脚一直不好笑，好不好，塔瓦哥？做什么？现在听到的歌是收录在我们第一张单曲里面的《樱花瓣》，也是一首很久没有表演的歌。里面也有我，这个 MV 也很好看，可以去看。重点是里面有我耶、yeah ，幽默。好哦，思涵，我会加油。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发型看起来很像那个神秘宝石？那时候是不是有侧分？是吗？我记得我第一张单曲的时候有一点小侧分，那个其实不是我的意思。好青涩，为什么是碳？你喜欢那时候的我是不是？地图？什么地图？啊、哦？图？这也偏单调？哦，哇哦，是这样子哦。刀锋战士是一部电影，真的、哦？这个我不知道哎、欸。是、哦。刀锋是元老级的角色、欸、对不对？你喜欢我是我，好的。新总经理当然有啊，现在还没看到也太有事了吧？就是没事，反正我知道，我有看过。怎么样？想问什么？你想问什么？Hello， 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上去查张雨霖就可以找得到了，上面会有我的生活分享。对，帅帅吗？帅吗？哪有人这样讲自己老板的？不是啊，啊？什么意思？想说没公布，你的公布是什么意思？你说公布是谁是吗？那时候的后刘海，我没有很喜欢后刘海，我觉得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很喜欢后刘海，吓死我了！你是不是现在去查了 MV？ 边缘倒没看到，我在边缘下去我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好吗？好，这个反应帅啊，很常说。哦，是这个概念，彼此同窗吗？这个不，他们不是同一个姓的，不要这样子谈论自己的老板好吗 ？Hello， 你想害我怎样？但是目前对老板的那个感觉就是很新奇。不知道为什么很有那种台言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哇，新奇。这个不好说。一连串的活动，对，今天超冷，对呀、啊。谁雨霖喜欢上学？你在说什么？啊？啊？就是至少我觉得。他给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是吗？很专业的感觉。对。哦，你们还不知道是谁，是吗？不知道。嗯，好。不要告诉他们。我没有要告诉你们，我不想告诉你。当时的雨霖还有一点青涩。我跟你讲，这个 MV 的刘海，我真是有点生气。就是我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因为可能这个 MV 太多人了，就是
全员都出动了嘛，所以老师就要顾很多的人，然后那个刘海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泄密宝宝没有哦，对，红包都抢完了，谢谢大家。不想知道是谁，你们不想知道是谁啊？你不想知道吗？他有隐化了，我不会说出来的啦。我现在功力很深，好不好？说一下，很专业，很爱心，很安心是。你才嘞，你超有稳重感的啦，哇哦！没有，一直站起来不知道做什么，其实什么意思？是我们应该会认识的人吗？我怎么知道？赶快，你一直跟洛日下讲话，然后他就要一直回你，然后他同事就发现，哦，他在偷看，是这个概念吗？还没认人啊？怎么样？和你遮遮掩掩，洛日笑笑笑笑。新老板瘦瘦的。你们知道他的资讯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吗？那我不要多说好了，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姓陈没事呀，啊？啊？是你呀？什么？你说什么？新总经理吗？完全不知道，哭哦。哭、啊，那就不知道。那个蛋糕好可爱。谢谢 Sparky 的小蛋糕，你们可能看过吗？说不定看过。等一下我们在玩猜谜吗？不要一直想要套我的话。你知道啊，就总经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知名人士没有很知名吧？啊、哦，这个我不知道哎，可能蛮知名的。新总经理是他？啊？你可能不会爱他，什么意思？你在看连续剧吗？那很知名吗？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算知名还是怎么样。可是说他之前。他有看过我们少女咖啡腔的表演，对我还蛮意外的，但是我们被称赞了，我们说进步很多，开心，没事，还是一般商业界的，艺能界的，什么艺能界的，有当过谁的制作人？这个不能说，这个太明显了。偷地是总经理，哪有？我哪有地是他？我们不要一直聊人家好不好？你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礼貌哎、欸。不要这样子嘛。百家姓的第几个姓？我没有背过百家姓，不好意思。这首歌是乐团。我发现现在没有红包了，我干嘛要介绍？不是、啊，这首歌里面有很漂亮的阿丽小姐，大家很想放给家属听的，看过少咖腔，那不就放给家属啊？放给看看还有谁？那不就是我吗？啊啊，说啥呢？时间到会公布的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就是你了呢？你这个大弟弟，啊，是播给阿哲，阿
哲的喜欢的也在里面，是不是？阿哲，阿丽是谁里面的？哦，好哦，一起出来拍个片，我超想的啦！哦，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很难约，我们永远没办法到齐，真的永远。现在又更难了，因为林婷婷不在，啊、哦，真的是。而且前几天那个嘉年华的票买一送一，然后我就贴到群组问他们说要不要一起去。第一个回我小三美玲，他说在哪？我说桃园，他说好远，然后就没人要理我了。我就，我觉得我们可爱团就是不知道，很就算只有五个人，也不太有那种都有回讯息的时候。有诗雅难约吗？我没有约过诗雅。我没有跟诗雅出去过。桃园很远，明明就很近，很快就到啦。阿丽最爱回家里吧？阿丽对，阿丽蛮好约的，阿丽是里面最好约的人。一转眼就到，对呀、啊，明明就很近，然后我就没有理他。对嘛，找 Sparky 就好啦，对不对 ？Sparky 开车。Sparky 载我们。你说谁带你们去啊 ？Sparky 啊！天冷不想出门，哪有？他很常突然传讯息啊、哦，很无聊。哎、欸，可是他真的是我唯一一个。平常会聊天的成员，我是边缘人，谢谢。爆了什么？哦，边缘人这一点吗？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这是公开的。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所以就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哦，好可爱！我的刘海被我卷得好可爱 ，QQ 的。对嘉年华哪个设施兴趣？哎、欸，摩天轮真的不可怕，一点都不可怕。我跟你讲，那天那边的每一个设施都可以做，一点都不可怕。我想要去试那个趴着玩的那个，因为趴着玩的那个，我那天穿了裙子，所以没有办法玩那个东西。你还有我啊，你。可是我只是你的其中之一，对，这个不，我想要我是你的唯一，好吗？你看他，他也不要你。哎、欸，臭小小，不要理你。哎、欸，这是什么啦？这是怎样啦？可以不要乱歪吗？每个交集的繁华，只知道蔓延。竟然人晕了，真的。哎，小兰来了。真的？怎么就晕了呢？有那么可怕吗？可是那个好像蛮好玩的，看起来，有种体验超人的感觉。体验看看超人是怎么飞行的。为什么还在播这个？哎，这首歌也好久没跳了。哇，我可以分打架了！我在讲什么？裙子里面没穿安全裤吗？有啊，可是不雅观，你知道吗？就算是安全裤也不太好。
全裤只是让你比较安全，就是但不代表你可以自己让它露出来。对，朋友一直拍背，真的。哎，我今天刘海卷的好好，好棒！希望明天也长这样。到八王子，八王子是什么地方？嗯，很多女生穿裙子，真的，但我就觉得不太好。手手准备好，爱看的男生，对你来说吗？手手手手，啊，手滑，耶！谢谢点的红包，这个是补上次小兰的粉丝团，对不对？是吗？东西呀，嗯，好完美，今天开心了。然后呢，我跟你们说，我待会一定一出门，我的刘海就坏了，都是这样子，很生气耶！我弄得那么好的刘海，然后出门就乱了，到底是想怎样？结果你手残。谢谢小兰的幸运四叶草，谢谢朱里恩的比心，谢谢朱里恩 ，Hello， 请多少回馈啊，回馈啊，大家，谢谢小兰的许愿瓶，嗯，这个你可以请教阿潘，哦，他的是因为刘海比较厚吧，他现在也会开啊，刘海厚还蛮难。开的，但是很容易塌嘛，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个厚重感。哇，少了很多颜色哦，哇哦，所以什么意思？跟男生出去要穿裤子，是的概念吗？为什么会宣传吗？宣传了，一个是哦。哦、阿翔没有看到你宣传，赶快再宣传去给他看，赶快去填哦，快点填哦，我们要赶快填才可以赶快加布好吗？大家第七步哦，张雨宁哦，对，第七步好吗？人家都这么，哦哇，都快没了，都已经没了，我们赶快填好吗？加油！哎，剩十一分了，干什么东西？我们要念榜了，各位，再喷一下。等年终，年现在年终吗？现在年初，年终的话，我们的握手会已经过了七个月。啊，不止等年终奖金啊，嗯，不止七个月啊，在等年终是什么意思？等年终是什么意思？年终定的东西还是什么？我们的亲亲猪猪宝贝，我的一直卡菜。一月底哦，奖金啊，好酷哦！我也想要年终奖金。感觉没那么红，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红一点，还是什么？今天填，好，我在讲什么？今天涂的是橘色的，橘的眼，那个口红。大件很坏呢，要2月23号才填，为什么要2月23号？哦，你是想要等我加了新的一步才填吗？不可以哦，快填，
你给我赶快填，不可以拖延 ，OK？ 这种事情上面不要当拖延仔 ，OK？ 我发现上面写了一样的东西，嗯，这两只是同一个牌子，上面填写了同一样的东西，好，没事，我只是突然看到而已。印在你脸上的口红颜色哦，这个我不知道哎。今天也要去练习，不要告诉你，不要告诉你，反正今天有事，但不要告诉你。好了，我们要念榜了，来吧。第16名是九蛋，谢谢九蛋。15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14名是天佑，谢谢天佑。哎 ，Sparky 不可以啦！你们都不希望雨林加布碰，不可以啦。我跟你们讲，就是啊，要早点填，这样早点满了，他们才有机会加布。如果到最后一刻才满布的话，就不可能加布，因为时间来不及，而且。没有人再让你就是再给你多一天时间去填，所以要赶快填才能赶快满，才能赶快加补，好吗？加油！第13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12名是柠檬，谢谢柠檬。发祭品加补穿什么吗？你们想看我穿什么？加布手是什么东西？你应该说，你们让我加了布之后，我就告诉你们我穿什么。真的觉得我有别人可以挑，你如果有的话，我就生气，我就不理你呢。过一本，关我什么事啊？到底，你可以让我加布变成跟他同一天吗？你自己也知道，然后你还不填，有事吗？那就让你好了，再见。好了 ，Hello 戴戴，哎，歌都没了，我们还在念。我刚刚念到哪里了？11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当然有废话。第9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8名是田中兜利王，谢谢田中兜利王。第7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我吗？这不是我吧？这是我吗？这是谁啊？这不是我吧？嗯？嗯？是我吗？嗯？嗯？妇科小学版。蔡雅恩哦，这是蔡雅恩哦，完全看不出来啊，对不起，什么雨林复制人。好，第6名是小兰，谢谢小兰。这是蔡雅恩哦，我看不出来，认不出来他。第5名是小麦，谢谢小麦。第4名是点，谢谢点。第3名是吉吉米酒，谢谢吉吉米酒。第2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第1名是孝贤，谢谢孝贤。嘿嘿，我不想理你们，看。雪小板是好复刻的。哎，这个不行哦。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你们想看我穿什么？你们要告诉我啊。好啦，谢谢你们陪我吃早餐，看我绑头发，谢谢大家，拜拜。
上班加油！现在佩佩猪整部都侧，整部都侧面，怎么我？你想看我扮佩佩猪吗？我要扮投票，吹风机，太丑了吧 ！Oh my god！ 我考虑一下。是谁说的？我如果扮了，你要包布哦，因为可能只有你想看。好了，谢谢阿川追踪我。好了，拜拜。